刻可以出锅啦，又香又脆，喜欢的收藏做起来吧。夏至吃面是有长心面，简单的调料，开水冲。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做一道这样的手撕茄子，开胃又爽口的手撕茄子就做好了。马上要过年了，祝福来年五谷丰登，福星玉粉盒，淘洗干净后中间低，四周高，可以配料葡萄干、玉米粒、红枣和枸杞，福字摆中间，玉米多啦，一道寓意吉祥好看又好吃的八宝饭就上桌啦。孩子吃的美食我们那里叫猪肉蛋，其实到这里就可以给孩子吃，可以吃啦。看把我儿子馋的。鸡翅怎么做最香？一定是这道酒，多些生抽，一勺糖，蒜一斤，十三香，生抽。女儿说好吃，今天又给她都能闻到香味就出锅了。喜欢的赶紧安排吧。无肉不欢的友友们，青椒、去籽，甜入肉馅。